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有意无意，我今天带大家看看我们家的菜园子吧，因为前两天一直下雨了，我们家的菜园子就疯长啊，这个芸豆已经超出这个架子，我让老卡把这芸豆尖儿打一打，因为我够不着了，对，都给它揪折就行。看看我们家这个鱼翅瓜，好像是南方的品种，反正我们北方不怎么太吃这个东西，也是朋友给我们的苗嘛，然后我就都给种上了。但是它这个好像是能有几棵苗，五六棵，太密了，越长越大。看看这几天野蛮生长啊，这都跑到这个地下了，已经长这么远了，而且有的已经都爬到芸豆的架子上，爬到这儿来了已经。太凶了，但是它这个这个吧，啥有吧？高的卡。有个问题啊，它这边开了好多，就是这个池花。他们说没有那个雄花的话，这个瓜会灭。你看结了好多好多瓜，这也是这也是，但是我没有发现一个雄花。哎，我发现了一个。但是没开呀，说这个要人工授粉。哎，你看那个就是没有那个小瓜的，就是。但是别的我真没发现。我两个芸豆架之间种的小白菜儿，还长得非常好，我已经吃了一顿了。看看这小白菜儿，长得很大哟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进不来了。看看这边的小白菜儿，都在这里头长的，都长挺大的。哎，老卡，你看这个白菜长得多大？看看，我昨天拔完都挺大的，这又长这么高。这直接薅叶不就完事儿了？哎呀呀，你小心点，别摔了。薅叶，蘸酱，这破拌瓜沙拉。太茂盛了，是不是得也得再掐叶啊？把这尖儿是不是也得掐一掐呀？我也不懂这啊。你把那个高的尖儿给掐一掐呀。有高人介绍介绍啊。哎，你已经踩折了那个，你往那边扒拉扒拉，你都靠，给。这玩意儿它哪儿都缠，那这对呀，那小小那什么菜它都缠，你往那边扒拉扒拉，拔啥它都缠上了，揪折呀，往边儿啊，你一进终你于就揪都。折，这玩意儿它们有意思。瞧地，它都往上爬。这玩意儿就是往它缠的东西，得哪挂哪，像个小弹簧似的。但是我估计应该是，肯定得这个尖儿掐一下能够着不？哪个尖儿？哪个？芸豆这个尖儿。够不着，拽下来呗。往里走还是，但不好进了呀。马上就进不了了，马上它就挂上了。我已经进不去了，我都不浇水了吗？那我瓶子浇呗。那以后你要是摘芸豆也费劲，明年可不能这么种了。你种完以后吧，就舍不得，结老多小瓜了，但是舍不得拔掉啊，你说。这芸豆都开花了，马上都要结芸豆了。人家都结一堆一堆的了。我们家是晚芸豆嘛，种的晚，第一批不是都被小鸟吃了吗？这面还有芸豆呢，我有还没长啊，有。哎，就那个芸豆吧，就是那种干的叶子，你给我揪掉。老卡，干的叶子就上面这个哪个干呢？叶子蔫的给揪掉，因为它那个我怕它是病，有你病的看到哪话个干呢？传染。这个架子上最高那个。这瓜真这抬头抬头，这面，我这面，那架子那叶子蔫了给揪掉，哪个蔫了？那个前面那个，对，还有上面那也揪掉，叶子光揪叶子就行，好的别揪。对对对，我怕它是传染病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它蔫呢？是太阳晒的还是咋回事？不知道。哎呦，这瓜呢，长大叶。这带叶能吃不？直接吃了得。好像瓜的叶子也能吃。
这几天这个辣椒长得也挺快，你看看。西红柿咋长尖了呢？我不知道这西红柿为啥像茄子一样，你看，不懂这玩意儿。看看这个，这西红柿，茄子吗？啊？那瓜长这么长，应该没啥影响。让它长那么多叶，多消耗营养。这大叶不行了，我一看就老了。这不能吃都不好吃了。这个为啥这西红柿叶子黄这样呢？在花盆里种的西红柿还不行。我估计都这么一长。没事儿，不长就不长了，长多少是多少吧。哎，我想让你在这儿给我开点地，搁这儿给我挖点。开吗？我一直不就说把这儿开，都给开出来就完事了呗。先搁这儿给我挖点，种点小白菜啥的。挖呗。不着急，咱俩得去挖点土哈。嗯，对，查一下看还有。哎，韭菜能永远那么长吗？是不是过了五六年也不行了？咱家这都种八九年了。哎呀，有，我来的第二年不就种了吗？那有咖啡，我放那个桌上了。看这儿的芸豆都结了，但是这个芸豆吧不好吃，这是那个好像是加拿大那种芸豆，就一颗芸豆在这儿长。哎呀，四串葡萄，有一串鱼肺。看看我们家的这个，这叫啥花来的？什么三花？你说？隔三花。这是啥呀？这就是隔三花。啊，这隔三花有点像茴香。哎，给你们看一看啊。这颗，这两颗，就是这个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个，叫啥吗？鬼子姜。好好好，告诉你，以后这个鬼子姜搁这儿全站上。它也串吗？老能串了。这个就是一个粉丝大哥给我们的那个鬼子姜，长这么高了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在我姥家的时候，就是用咱家种个嘴鬼子姜，住一楼的，腌咸菜是吗？完，最后儿给它清的时候老费劲了，不种的时候，哎呀，挖半米深的，挖一大圈。这几天下雨吗？看看这个蜀葵花都被吹倒了，然后我和老卡拿这紧缩带给它给勒上了，要不然都要倒了。真没办法，一下雨，又下雨又刮风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菜园子的视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